等啊，再过几个山头就到了。哦，原来这么远呢，难怪我怎么找都找不到，幸亏没有迷路。他们二是逃避官兵的围剿，所以人烟越吵越好啊。哦，来，快到了。哎呀，哎，怎么了？等等。你帮我拉一下驴子。好，我去方便一下。好。哎，当心哦，小心蛇咬你屁股啊。 不会吧？要是屁股真的被蛇咬了，麻烦老人家帮我把毒给吸出来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哎呀，你也够辛苦了啊！驮了这么多东西，来，喝点水吧啊！来来来，来啊！ 喝点水啊！来，哎，凉快凉快啊！来，来喝吧啊！来来来，哎，好啊！哎呀，这马冲啊，真是不简单呐！小小的年纪做这么大的买卖，嗯，让我看看啊，这什么好东西啊？来，哎，哦，不，这是茶叶。 茶叶是好东西，哎，嘿，花露水，嗯，嘿，好香啊！还有什么好东西啊？马冲啊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啊，我不是说过我是做小买卖的吗？做买卖拿枪干什么？现在世道这么乱，没枪护身怎么行呢？要是你不信的话，你就开枪。 好，你这么说，我就相信你了。你要知道，我是带你进村的人，我要负安全责任，也要对信誉负责。啊，我明白。哎，天不早了，咱们走吧。啊，走了，走。 这么热闹，看起来土匪人数也不少。哎，你说话可得小心点，这是犯忌讳的。啊，对不起。哎，过来买，好东西啊！不买也看看啊！哎，过来买，来来看看啊，来看看啊，好东西啊！过来看看啊！ 哎，来过来看看啊，花露水、茶叶都有，来过来看看啊，过来看看。哎，你要这个啊？好，哎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这个三个大洋，哎，这个呢，两个大洋就好了啊，来，哎，交给你了，好，谢谢啊。这个贵一点了，这个五个大洋了。 这回事我还不明白，哎，这回事我还不明白，但我也会守在你身边一辈子。你干什么？ 出去啊！还发现我们进来，你出去！你什么人呐？你出去了，不许在这里出去啊！小虎，爹，今天有没有不听东东姐姐的话？没有，今天小虎很乖。真的？
提狗。哎呀，爹，你的胡子好长哦。是吗？你是？我是。但我看他有点面熟。是啊，在哪见过？没有，我们没见过。哦哦，对了，上次又谈坏了我们的好事。就他。小伙，带小王出去。哦，好，快走。小子，小子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行脚商人。行脚商人这么大胆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马冲。马冲，好。你知不知道，上次就是因为你，害了我们少发一匹横财。我知道，你我看不过去。哦，你看不过去，我还看你不顺眼呢，要我怎么样处置你？大哥，大哥，你不要杀他。为什么？我认识他，他是我的朋友。是这样的，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他马家曾经照顾过我爹，他真的是一个行脚商人，真的。真的？我没有骗你啊，大哥。那他？大哥，我不能看我义兄杀了我的朋友。那我来毙了他。杀不杀他不用你来操心，我有分寸。大哥，您的意思是？哎呀，他基本上跟我们没有深仇大恨，况且是东哥的朋友嘛。小子，这一次我就饶了你，但在英雄寨你别耍什么花样。还有，今天你就乖乖的在这儿住一晚，明天一早滚蛋。嗯，大哥，谢谢你了。还不谢谢东儿？谢谢。滚，滚，东儿，滚，出去。